俄客机断三节着火，至少四死四伤。出事的客机机身断开三节，倾侧在公路一边，驾驶舱都被撞开啊！200多人到场抢救，有救护人员爬上机身，撬开机舱门，救出被困伤者。出事的是 Red Wings 廉价航空公司图204客机，接载着8个机组人员，寻日由捷克飞往莫斯科南部市郊弗鲁科沃机场，在降落嗰阵，客机冲出跑道，铲上公路，并着火焚烧。死者包括政府机师，而家正调查事故原因。事发嗰阵，当地落紧小雪，暂时未知是机件定天气造成意外。